潜入龟山岛海底，在这座活 火山岛底下，除了蕴藏美丽的珊瑚礁生态系统之外，还存在世界难得可见的浅海热泉。这里的温度可以高达摄氏116度，居全世界浅海热泉之冠。加上 pH 值只有2的强酸水值，在如此艰困的环境下，却住着大量的怪方蟹。它们追逐热泉，忙碌觅食，好像无视于滚烫热水的存在。这样的生态奇观，启迪了无数科学探索的课题，也是让世人惊艳的海洋珍宝。